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本的频道。我会在这个频道分享股票投资的方法以及存股标的，希望大家可以借此获得一些理财知识，早日摆脱朝九晚五，迈上财富自由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近年存股成为国民运动，存股的精神就是用存钱的心态来投资股票，买进股票后长期持有，靠公司发放的股息来创造现金流。这些标的可以是资利率高的金融股、电信股、船长股，或者是 ETF。 今天的影片借由股价、市况、经营绩效、经营稳健度、直利率这些指标的加权，让大家可以很直觉的判断哪一档股票值得投资。这次的介绍包含第一金以及和库金，影片的后段也会评估以上股票的便宜价区间。在开始之前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，并且订阅这个频道和按下小铃铛后打开全部通知，以便观赏下集更精彩的分享。 如果要挑选营运能力较好的金融股，我们就得从经营绩效开始看起。一般金融股中最常见的经营绩效指标为资产报酬率 （ROA） 和股东权益报酬率 （ROE）。由于金控下面会有众多不同资产，包括现金、房地产、黄金等，使 ROA 对于金融股格外重要。资产报酬率 （ROA） 反映公司利用资产创造获利的能力，数值越高，代表资产活用能力越好。 而股东权益报酬率 （ROE） 反映公司为股东创造获利的能力，数值越高，代表创造获利的能力越好。我们可以从表格看到，两家金融股中，以低金表现较为突出一些 r o a、e、为 0.55%，ROE 为8.86%。若经过加权计算，低金的 r o a、e、以及 ROE 分别落在7%跟10%，加权得分为17分。而合库金 r o a、e、为 0.49%，ROE 为8.83%。 加权得分为十二分，综合两个指标来看，可快速判断出第一金在经营绩效上是名有生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市况。一般在评断股价时，最常使用两个衡量指标为本益比和股价净值比。一般本益比越低，代表公司目前赚取盈余的速度越快，可以越快回收投入的资本；而股价净值比越低，越有可能股价被低估。 我们可从表格中得知，这两家金融股中，以目前低金股价二十六点一五元合估金股价二十七元，低金的本益比较低为十七点二，净值比也是低金较低为一点四七，而合估金的本益比为十八点一二，股价净值比为一点五七，可推断出市场给予合估金的目标价格已经逐步反映在股价上，推估合估金的股价落在合理价区间。 以目前低金的本益比以及股价净值比分别落在三分的区段，总分为六分。同样的，以目前和库金的本益比以及股价净值比分别落在三分的区段，总分为六分。所以以目前股价市况来看，两家金融股势均力敌，也可搭配影片后方讲述到的股票值利率来做一个参考。接下来在经营稳健度方面如何评估呢？对于金控公司的营运稳健程度，最重要的指标分别为资本市足率、预期放款率。 呆账覆盖率，所谓资本失足率就是自有资本金额除以风险性资产总额。若我们拥有的自有资本越高，而风险性的资产越低，则资本失足率就会偏高，代表公司的营运是很稳定的。所以资本失足率越高越好。我们可从分析表上发现，合估金的资本失足率十四点九二趴是表现较佳的，而低金的十四点六六趴表现也很好，资本失足率在十二趴以上都有一定的水准。 而在预期放款率则是越低越好。预期放款率就是预期放款除以总放款乘一百趴。换句话说，预期放款一直收不回来的钱，也就是俗称的呆账。这个指标的比例越低，代表收不回来的钱越少，进而代表此银行的资产品质相对比较好。我们可从分析表上发现，低金的预期放款率零点一九趴是表现较佳的，而和库金的预期放款率零点二趴也在一定的水准之上，两者在伯仲之间。 那另外在呆账覆盖率的部分呢？呆账覆盖率越高越好，指银行为收不回来的钱做准备。呆账覆盖率就是背底呆账除以预期放款乘一百趴。呆账覆盖率代表银行为预期放款事先做好了准备。呆账覆盖率越高，表示此银行做的准备越多。若真的发生呆账的状况，比率高的银行受到的影响会相对小很多。我们可从分析表上发现，第一金的呆账覆盖率六百二十趴。 相对于合固金的代账覆盖率五百八十四趴是表现较好的。若以经营稳健度投资加权计算来看，第一金的资本失足率、预期放款率、呆账覆盖率分别落在五趴、五趴、三趴的区段，投资加权得分为十三分；而同样的方法，合固金的投资加权得分为九分。所以总结来看，两家金融股的经营稳健度目前是第一金较为突出一些。 最后我们来看直利率的比较，在近五年两大监控的现金股利以及股票股利配发金额，以和酷金配发出的平均值利率五点二九%，高于低金的五点零三%，由表上可以清楚得知，如果喜欢股票现金双收的存股族，可关注和酷金。近五年来除了现金股利之外，还有配发股票股利，分别为零点八四元以及零点二八元，算是不错的表现。而低金近五年来也是配发现金股利以及股票股利。 分别为零点九七元以及零点一六元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今年的股利分发状况。以二零二一年低金 EPS 一点五二元，配发现金股利一元以及股票股利零点二元，盈余分配率为七十八点九八。以二零二一年合固金 EPS 一点五一元，配发现金股利一元以及股票股利零点三元，盈余分配率为八十六点一八。两家金融股盈余分配率有些微差距，而固金相对于市场上的金融股是较为慷慨的。 而以直利率加权计算，低金直利率落在五点零三帕，盈分配率为七十八点九所以加权得分皆为十分。而合库金直利率五点二九帕，盈分配率八十六点一得分为十分以及十五分。总结来说，两家金控的值利率以及盈余分配率在于伯仲之间。既然已经得知两档金融股的市况，接下来就是如何寻找布局点，也就是如何判定股票的便宜价和底价。 昂贵价，因为第一金有配发股票股利，所以就得使用还原值利率的方法来计算价格区间。目前第一金股价二十六点一五元，便宜价合理价、昂贵价分别为二十一点五元、二十七元以及三十二元。目前第一金的股价落在便宜至合理价区间，而合库金股价二十七元，便宜价、合理价、昂贵价分别为二十三元、二十七点五元以及三十五元。 目前合库金的股价落在合理至昂贵价区间。若以股价区间加权计算，低金的股价落在平宜至合理价区间，加权得分为十分；而合库金的股价也是落在平宜至合理价区间，加权得分为十分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两档股票的加权总分，低金为六十六分，合库金为六十二分。综合以上各个指标来看，两档股票表现在于波动之间。 低一金以及合固金投资评价皆落在卓越区，那么影响低一金以及合固金投资区带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？答案在于本一比以及股价净值比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低一金以及合固金的股价偏高，若股价向下调整，则本一比以及股价净值比指标就会越高，相对于该股的评价就会从卓越慢慢调升到优秀，甚至是超群，那么就更值得投资了。 以上是两大金控的今年表现状况，股民可以依照影片中的数据作为选股的参考，规划财务后慢慢买进，达到重股的目的。如果觉得以上的影片有帮助到你，不妨帮我们按个赞，加入订阅，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好友，也许可以产生更多的话题。最后，三本来的频道发布了任何资料或意见，纯粹资料整理，概不构成购买、出售、销售任何投资，参与任何其他交易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对影片有任何见解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点开小铃铛。我们将于每周三下午八点准时发布新影片。我是山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